江十一才是你的基因匹配对象。主人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首领让我们尽快返回，但柴小七还是执迷不悟。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，我们别无选择。小七，你在母星的时候，你的格式化洗脑就是我向首领建议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得由我亲手来执行了。主人，您的身体受到了荷尔蒙素的反噬，在完全恢复之前不应该强行使用任何超能力，而且格式化洗脑会消耗很大的能量，会给您的身体造成永久的伤害。我必须这么做。小七，你和方龙在一起只是为了任务，你根本就不爱他，江十一才是你的基因匹配对象，你应该听从他的指令。怎么回事？主人，应该是柴小七心中的地球感情让他潜意识里抗拒格式化洗脑。新厂长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？听我的安排就好。